要收听还有彭英元带来《麦仔放松健身法》。好嘞，谈完了。两姊妹，难怪啊！哎，上到有枪，哈啊，上瘾没跟我安好他，银子没啊，但是问题因为一直想留，一直想胖的呢哈。嘿，哦，台姐你讲，哦，哎，因为我看你妈妈强壮多个模样，哎，有膝盖，是一个蛇来天，然后呢，就很是哎老六，老六，嘿，老六。接着又要生那个老七了，对，那然后有一个阿姨呀，我就是我堂的妈妈的堂妹，她结婚都没有生小孩，她说姐姐你就割爱一下嘛，就不能一改是好啦，一改是好，嘿，还是不给不宜嘞，那爸爸是来给抢走了。我爸爸说：“那么多阿姨，我并不嫌多。嘿，俺有蛮苦，俺是儿子家乡，自家乡。然后就把他背回来。然后呢，第二天阿姨又哭着过来。嘿，就是后来只好妈妈就说讲给爸爸听。已经这样的情形，真的是很辛苦。对啊，是好妈妈好肚子啊。生出来的女儿都很漂亮，很气质。生的多就很辛苦的，是的。是是是。好，然后哥，你看刚刚唱起来又是哇，多么学院派。哎呀，正经哎。哇，这对好辛苦。你老妹从头表演了。又好声音。好声音，难怪。声音好棒哦。研究所，该下我是读音乐。
声乐组。哎呀，真的，给你真的弹得非常美妙的这个耳福啊！哦，真的，人家他个也好，非常用心呐哈！来来，按照唐先生的讲呀，讲片啊嘞，请几个先生来。好，哎呀，刘秀田小姐到彭爷爷小姐哈，哎，姊妹，佮佮上就会无重要哈，哎，所以讲我急速，就是很搭配的意思哈，音质来讲哈，就当多了哈，佮两三件比唱的一个音域啊，相当的接近，哈，就来讲在高音部分都修饰都当好，哈，也系阿姨的最好现象，但是还是希望讲对唱就喊你要写来落写麦，哈，一样的。真有辦法將佢嘅英語倒好嚟翻出來，好，但是佢呢兩位啊，唱得相當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謝謝先生，謝謝先生，謝謝先生，不錯。好嘞。其實吼，歷史歌曲嘅表現，就係講一隻細妹吼，佢期盼對愛情嘅呢個感覺。因為想講係兩姊妹來唱，唱下唱啱啱嘅歌曲吼，其實我感覺就表現到一好，是講因為三個吼，畢竟係愛詩人發音，所以呢，才呢個係講最近愛講做得下好嘅呢個歌曲，就係可能有啲事，比如講吼，麥淑娟吼，咪唱到麥淑娟。好一点点，哈，就是当场还从回流腔啦，哈，还所以就是讲俩有点是可能老几只歌唱到下准确一点，哈，还个嘅爱快准，好，可能因为其实小调就是安阳型，几个曲调就是古典的，所以加到四档歌上是可能就是利用一点比如说装饰音啊，吼，然后用伴老去唱歌戏，好，所以我感觉今杯嘅表演未当好看，今杯嘅你系对唱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嘅好，也当入水准，是满意的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，太阳清晨，来欢迎阿刘秀婷嘅分数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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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